带来我小时候有个电影，咱们司马师春晚舞台上演的一个小品叫羊肉串，挺欣赏。哎，烤羊肉串了，正宗新疆烤的羊肉串了，来吧来吧，烤好了烤好了，哎，来嘛来嘛。你是新疆来的？哎，新疆乌头那么齐，乌头那么齐。哎，老看着我干什么嘛？啊？哎，哎呀，我是乌头那么齐，不是说过的吗？乌头那么齐，阿家庄，我的名字叫阿里巴巴。哎，好嘞。怎么好像在哪儿见过你？啊，你到过乌鲁木齐？没去过。啊，那就好办了。啊不，那太遗憾了。乌鲁木齐，哎呀，美丽的地方啊！一片大草原，一望无。乌鲁木齐是城市吧？啊，是吗？啊，对，啊，是城市，是城市，城市边上是草原。到处都有卖羊肉串的。啊，听过那首歌？什么歌？耶，歌颂羊肉串的吗？人人都会唱的嘛。我们新疆好地方啊，天山南北遍地都是大绵羊，乌鲁木齐到处都有卖羊肉串的，要想吃就来尝一尝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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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两毛钱一串。谢谢大家欣赏表演。